位菩萨们，我们难得有缘呐、啊，有缘呢也能发心啊，而且同一条菩萨道。但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念心啊照顾好了？有的时候想到了要如何来净化人心，要如何呢转凡夫啊为圣人，要如何呢让这一粒粒的善种子啊能撒播到了一亩亩的心田里去，谈何容易啊。因为呢每一个人的心地的杂草根本都没有除，只是呢做好事啦、啊、有兴趣，可是呢皆华这种华啦无法渡入心坎里齁、哦、虽然啦、啊、做福是真好啦，但那是福少了那一分慧，我不也都是说吗，福慧久爱久啦，福慧两足准呐、啊，我们修佛法，唔只是跟他讲吼，要做一个人间佛啊。其实人间菩萨，你要知道，要累积了多少因，结多少缘呐、啊，福因福缘呐、啊，更少不了呢。就是智慧，所以我们呢，爱福慧相修，我们了解佛法的道理，还要呢投入人间呢，用人间事来印证佛法的道理，这就是真正的完全呐、啊、的一个菩萨道。所以每一天在。雕经磨过的时，闻经声，烦恼轻啊，智慧长啊，菩提心咯吼。每一天呢，透早起来这个念头，啊，听到经声，那、啊、就烦恼就轻啊。从今仔日开始，这个时阵开始。不要再有烦恼呢，来覆盖我的心，所以叫做闻中心烦恼轻哈。啊，那那烦恼那轻呐，啊就智慧长，菩提生哈。那那那无烦恼啦，自然呢，那你智慧都成长啊，自然迄、那个。角性呢，就会较敏锐，吼、哦。所以，闻中心，烦恼轻，智慧长，菩提心啦。那开始呢，就是上大殿，虔诚的心嘛、啊，团这个团体呢，来礼佛，看礼佛了后呢，佫会当听经哦。今仔日的道理满满满满的入心落去，那么今仔日应该呢多多吃多呀哈，经是听入去啊，咱爱家己为家己呢铺这条多吉路哈，人间路啦，咱爱铺好平，做人爱做好好啦哈。那咱开口动舌讲好话嘛，举手动足呢，咱要脚骨要行出去，方向要正确。那双手要做出去呢，都是好的代志，帮助人好的代志。这种，这就是伫咧铺人间路，结人间缘，做人间福。那这个人间福。人间的缘呐、啊，那铺得好啦，自然呢，
他所接到的就是菩提的道吼，那菩提道就是菩萨道啦。所以你爱先做好人，自然就是做菩萨吼。那菩萨呢，纷纷呐，都无有去制造烦恼，未去制造烦恼啦，因为菩萨，咱已经坚定了咱的道心。立这个人群中呢，咱吸收人群呐、啊。佛陀所讲的，什么叫做苦？吼、哦，咱看到真多真多形形色色的苦啊，有的为囝苦啊，为翁苦啊，啊，为爸母苦啊，真多呢。只要你有亲有缘呐、啊，这种六亲眷属呢。拢总是业缘呢，安尼夹挂来吼，这种的六亲眷属啊，有的呢就是万金回扣，这个六亲眷属啦，这种过去呢爱恨情仇吼，安尼结结做一个啦，来做咱的六亲眷属吼，真正一世人都是甲咱拖，一世人都是安尼甲咱磨。所以咱即马做人，咱下当呢听到佛法，互咱头壳底足清楚的，咱应该呢对咱家己，那对别人，咱爱安怎样呢？啊，讲话做代志，咱今仔日啦，咱的意头壳底浮现就是虾米？那随口呢讲出去。浮现的是好的代志，自我警惕，对人说好话。那么你对人说好话，在意识中呢，我们随口说话，好话已经呢影响到另外的人。哎呀，这句话就好的哦，那就马上呢记录下来。啊，这句话呢，对我真有用哦！马上呢，用在他的生活中，这样，这个一句好话，因你的好话，所以这果种在别人的心中，同时自己的内心啊。也是呢，果，因为你的付出，别人的接受，所以呀、啊，这种的好因，好因就是你付出的这一句好话，就是好因，给了他呢，转变了他的心境，那就是好果。我们给的因呐、啊，成为他的。哦、那真的就是结义啦，的结果呢就是好因好缘好果、哦、这都是我们在日常所做作，不通过去交结到未来呢那个情绪、哦啊、不通跟人结到那个怨和恨，我们这回的心要保持好很干净，很干净。然后呢，咱伫人群中去体会真多人事物吼，那这种的有为法啦，有为法，会当作为的才会法啦，拢总成就起来。咱呢，要去体会迄种呢无为法，无为法就是道理，那就是真理。你看袂到，不过呢，你感觉会到。所以各位菩萨真正是爱用真清净的心，净思法门如净水啦，好亲像真清净的水哦、喔。那要安怎样呢？来滋润慧命哦、喔、啊，这种的不善种子啊，这都是净思法门的书名哈、喔。那这个法呢，净思法门如净水啦。滋润慧命善种子，吼，那个都爱
住在中门呐、啊，如大地。咱住在中门，亲像一片的大地同款。你有经济，也嘛都爱有土地啊。希望大家要珍惜这样的静时华脉，大家人爱发愿承担，我们更要呢守好我们的这种慈济法门哈、哦。那这一大片的土地呢，它所隐藏的宝，我们呢要好好投入人群中去取得，安尼了解不？要给给您祝福哈，祝福您人人日日呢，就是慧命正中啦，那日日呢菩萨道中呢无停息哈，祝福大家感恩。